是放旁边，对啊，然后是这样。这是老爸写的卡片啊，是吗？我没有从上。打开，打开，快点！里面有什么？这老爸送的，老爸刚呼的，全国冠军呢、欸！哇，哎、欸，周老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口味都是一样的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好了，我吃一个，我等一下品尝一个。现在中午吃饭时间，对啊，啊，其他分给你们。哎、欸，我们几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我拿一盒脆垫吗？对，好，那我拿一盒，啊，其他你们分哦。好。可是我这里面还一盒呢，我这里还有一盒，不知道谁。你还有一盒？这里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联邦银行送来的。这里还有盒联邦的，打开来看一下。哎，这个把它打开来看一下，联邦的。联邦的。对。好，联邦银行会不会有压力？打开看一下，来。里面的报纸。快贴，那边有菜刀啊。这里美工刀。哇，它这个比较像综合喜饼那种，类似像那种的啦。我还有马蹄耶。哦，哎呀，这金甲，这个要赶快吃。今天下午茶就是这个了哈，直接把它干光就对了，好不好？这还有什么巧克力？巧克力你先拿走哈。对吧？你吃，你吃，你吃。啊，这个是凤梨酥啦，这应该是凤梨酥啦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哎，洗哦。这丢手信坊，这应该是凤梨酥没错啦。哎，这饼干，哎，你捏捏看这种，哎，是凤梨酥，对对对，嫩嫩。哇，柚子饼哎，这个可以哎。这等一下我要吃。哎，来帮我拍，拿着，现在正在拍。柚子。我吃吃看，看到柚子我就想吃。下礼拜我是连休三天吗？对。哦，我就胖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吃播，吃一下这样。好，结束。